PS5 今天系统又升级了，这次更新包是 1.1 个 G， 咱们看看这次都更新了个什么。其实我不愿意它总更新总升级，系统升级，使用互联网升级，左侧有一个查看详情，升级了三个部分，对系统软件进行了一些安全修复，那就是防破解呗。第二，我们改善了系统软件的性能和稳定性，那就是 bug 更少，去除了一些 bug。 第三，改善了某些屏幕上消息和可用性，那可能是界面上面的一些小调整，小 bug 的修复。通过版本也看得出来，现在是 23.02.08.20 吧，现在变成了 0840， 直接点升级。我这是国行 PS5 光驱版，备份的港服，一路升级到现在最新，这次估计 99.99% 也是没问题的。我先升为敬。好，正常登录没问题。然后看一下商店，商店可以进，看一下会员，会员也可以进。再进一下游戏，这是一个会员赠送的游戏。好，没问题，各位可以放心升级。其实不升级也没关系，如果你不升级不耽误你买游戏进游戏玩游戏，那也可以不升，等到下一次再升。不过我每次都是直接升的。